今天随着技术浪潮不断奔涌向前，我们来到了人机共生的时代。中国有着海量数据和丰富场景，也有着完善的产业链，更有着鼓励创新创造的政策。毫无疑问，中国是 AI 成长的深厚土壤。我们提供技术平台，给没有技术资源和研发能力的机构和创造者，让大家去做擅长的事情。创造者们也将迎来属于人工智能的黄金十年。